Hello， 大家晚上平安吉祥。Hello， 大家晚上好。好，有人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有听到声音的朋友呢，帮我留言有声音哦。好，然后呢，阿汤哥呢也听听看自己的声音有没有进去。好，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咯。嗨，大家晚安。好，那我自己也听听看我的声音好不好？我听听看。好，我自己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哎呦，变好暗了，好可怕。Hello， 大家晚上好。好，因为我今天呢去南部呢工作，然后呢今天我去台南，然后台南呢今天也下雨。好，那总而言之呢，反正今天我去台南的客人家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客，就是我的客户呢，就跟我问了很多有关于厨房的问题哦，还有炉灶的问题。那其实我之前呢，在每一次的直播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跟大家呢，其实都有讲解过。但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帮大家呢做好一个总整理哦，让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说，哎，到底呢我们的厨房的炉灶啊，要如何去摆，或者是摆放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忌讳？好，不论你是找房子也好，或是你现在的住的房子也好，看看一下呢自己的炉灶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哦。好，如果想知道炉灶风水的话呢，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那我们等同学们呢陆陆续续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喽。好，因为我今天呢就是到南部工作呢，所以我就戴个帽子哈，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是有点暗暗的哦。好，因为我现在人呢在车上直播，好不好？对，如果呢常常在看阿汤哥的直播的朋友呢都知道说我经常呢会在车上直播，对不对？好，好啦，我是没有开车哦，现在没有开车的状态，我现在已经是停在家里的门口哦，所以其实是没有在开车的状态，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 OK， 好，来，我们等同学们呢陆续上线的时候，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好，然后今天下雨哈，有下雨。哎，我把这个灯打开就比较亮一点。OK， 好，刚刚呢好像有点暗，对不对？好，现在又比较亮一点了吧？好，我把退后一点。OK， 好，这样有比较亮了吗？好，现在有没有感觉在讲鬼故事？好啦，那其实呢炉灶的风水呢其实有很多人都想要知道。那因为最近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礼拜呢，阿汤哥没有帮大家来开这个风水 live show 了。好，那为什么没有开呢？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然后每一个点、每一个时间、每一个行程呢都接得太紧凑，所以呢时间上来不及帮大家来做风水 live show 的教学。那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呢，还是会开直播呢，教大家怎么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每一个就是委托人家的风水的状态是如何哈。那没关系，如果大家呢还是想要学习风水的话呢，可以到老师的这个YouTube 频道呢去搜寻汤正伟老师，并且按订阅呢，好，还有开启影片通知的小铃铛。那阿汤哥都会把之前的影片呢 FB 的影片全部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那其实很多同学呢都可以借这个时候呢来做一个复习，好吗？好，那你们呢可以边听边分享哦。那我们等同学们呢陆陆续续上线，就正式进入今天主题。那我今天呢有帮大家呢整理一下，就是说如我们在看房子的过程当中比较常会碰到呢我们厨房炉灶哦的一个摆放位置比较常见的一些状况。那以及呢我今天也帮大家整理出来，就是说炉灶呢到底怎么样的摆放是 NG 的，好啊，怎么样摆放呢是比较大的禁忌的。那你只要把握呢这几个禁忌，那你可以检查自己说，诶，我的炉灶有没有犯到这些风水禁忌。如果没有，好，那基本上还算安全。好，那如果有，那假设你有对应到一些不好的运势的话呢，那我们就想办法呢来去做一点处理跟化解，这样理解吗？好，来，大家边听边分享。好，那我们先讲解一下哦，炉灶呢到底对我们的风水当中呢它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其实炉灶呢它就是一个财库。好，
那我们常讲哦，厨房有三宝哦，厨房呢本身带有财库来，那厨房的三宝是什么呢？就是炉灶、冰箱跟水龙头哦，这个呢都堪称呢是厨房的三宝。那尤其炉灶呢，它掌管的是我们一个家里面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生计。哦，就是说可能你的财库的状况啊，你的工作的状态啊等等的，所以炉灶呢还有代表就是女人的健康的运气。好，其实厨房呢本身就是代表女主人的一个健康运了，对啊，女主人的地方。好，例如说家里的厨房本身是财库啊，也代表女性的地位啊，那也代表女生的健康。那尤其呢炉灶呢更是好，女生也是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看风水或者摆设最重要的一个位置的所在地。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教大家如何把炉灶的摆放呢去调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好不好？水精灵说被我吓一跳，怎么啦？今天没有要讲鬼故事，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吓一跳。好，有人说卖房子厨房一定要湖边吗？当然龙边湖边呢当然就是一个原则，如果大方向能够在湖边当然是最好，不过还是要看方位啦，还是要看方位。那 不一定说在龙边就一定不好，只是说如果以大方向的通则来看的话，但如果它能够在湖边是最理想的。那你会说老师，那为什么你要语带保留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还是要看这一个炉灶或厨房所压的方位。假设你在龙边，可是它压的方位呢刚好是很适合摆放厨房的，那基本上也不会这么的凶，这样理解意思吗？好，所以我们总而言之还是要配合方位，也要配合这个主人家的一个命格。但我今天呢针对炉灶哦，就是瓦斯炉这件事情呢，就是单纯就一个摆放的位置来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怎么摆放才不会 NG， 我们要怎么的去做才会让我们的厨房的炉灶呢更加的旺运，好不好？好，来，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因为为什么我今天突然会想要跟大家讲解这个课题，或者说想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就是知识呢，是因为呢我讲哦，今天去台南看风水啊，然后刚好呢我们的委托人家呢厨房都有蛮大的问题，好，然后刚好我们的委托人呢也有问到呢有关于炉灶的问题，所以我想说好吧，那虽然我的直播呢也讲了有好几次哈，可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在理解或吸收的能力上呢会有所不同，所以今天呢再次帮大家做整理，好吗？那想了解的朋友，或是你想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是你觉得他们家炉灶肯定有问题的，赶快分享给他，让他知道他真的有问题。哦，我们这样是很坏心吗？哈，没有啦，哈，没有这样的事情。老师的地方很黑暗哦，对，因为我现在人在车上，我自己的车上，对，因为我到了家的门口，所以我还没有进去，那我想说停到门口呢就跟大家来聊聊天，好，那待会呢就是下播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去休息，好不好？好，有人说老师很久没让我看到你了，让我们看到你，有啊，其实我还是有定期在直播，只是最近的风水 live show 呢有稍微偷懒了一下，我刚刚讲过了，因为行程太紧凑。好，来，我们先讲一下炉灶。其实我相信呢大家对炉灶呢都有一些很基本的风水的一个知识。那一般来讲呢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梁压灶，对不对？好，那梁压灶呢，来，大家可以那个先听我说，基本上你的问题呢很有可能是我今天整理里面的内容呢你都可以听得到，好，所以你们仔细耐心的聆听。好，其实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呢就是梁压灶。那为什么梁压灶呢特别容易会发生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盖房子的时候，刚好呢厨房通常都会是放在家里的比较角落的位置，那通常梁啊柱啊通常它在立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经过角落这个地方，所以厨房呢梁压灶的比例呢应该算是我相信有
70%的家庭通常都会遇到。好，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当初在用盖房子的时候，或是在设立这个琉璃台啊炉灶的时候呢，他就会避开。那当然如果说你避不开的情况下，如果有梁压灶，我们该怎么化解？那梁压灶呢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好，梁压灶呢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讲以经济来看的话，或财务来看的话，它会造成呢是一种压力的象征。那特别呢容易呢伤其筋骨，例如说是女生的齁、哦的所谓的肩颈啊等等的，或者说骨头啊，特别容易呢会有一些状况、哦、或者酸痛啊。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酸痛的问题啊、哦、只是说梁压灶呢它要来形容它的就是说它就是会比较有压力的现象，所以呢它也会造成呢财务的压力、哦、或者健康上可能在筋骨啊疼痛啊酸痛上的一些负担等等的。所以梁压灶呢它本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运势的表征、哦、所以呢如果你家里有梁压灶，一般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诶，你可以在抽油烟机上面，我们可能可以放一对的麒麟、哦、麒麟，因为麒麟呢可以说是炉灶最好的朋友。所以当你不晓得你的煞气、哦、有关于炉灶的煞气怎么化解，那基本上呢最百搭、哦、你就是可以放麒麟、哦、麒麟呢就是最安全的。那有人会问我说，老师那麒麟一定要踩八卦吗、哦、不一定要踩八卦。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呢直接讲明白、哦，麒麟不一定要踩八卦。好，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被梁压到，那有一些人呢是横梁也有直梁 也有。那不管你是压到哪一个地方，只要是在这个瓦斯炉的空间范围内有压到的都算是梁压灶，这样理解吗？好，来大家边听边分享。有人说麒麟要多大？麒麟的话大概就是最起码要10公分以上的大小、哦、才会有这种镇压的力量，这样理解吗？好，那如果你梁压灶的话呢，除了放麒麟也可以放这个水晶柱、哦、也是可以化解梁压灶的问题。好，那没关系，我今天呢先把所有的煞气呢跟大家先讲解一遍、哦、那我会待会再快速的跟大家讲说怎么来化解、哦，好，第一个呢就是梁压灶。我相信呢梁压灶是真的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呢你可以放一对麒麟、哦、或是里面放个葫芦或一个水晶柱、哦、基本上呢都可以来做一个就是说驱缓、哦、那麒麟呢一定要铜的吗？铜的呢是最可以化煞的齁。那你说其他材质可以吗？基本上也都可以齁，因为风水讲的就是取这个形，有形就会有这个灵动力齁，所以不管你什么材质，只要是麒麟基本上都可以，只是我们惯用呢的材质都是用铜的齁，因为铜本来就有化煞齁招财齁，跟银一样啊，它都属于贵金属的其中一个。好，那麒麟哦，麒麟其实我们这边本来一直都有、哦、所以如果你有需要麒麟再私讯小编就好了。好，那麒麟当然是适合每一个人、哦、当然都适合每一个人，这个都其实有很多的风水的化煞物或是摆件呢，有一些当然是会比较特定是某些行业或某些人可以使用，好、哦，那比较适合使用啦，不能说只能他们使用，就是、说某些行业某些人适合试用。但麒麟呢它也是一种百搭的一个神兽、哦、神兽，所以呢所以麒麟呢基本上、哦、百搭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哦、所以你不用担心、哦、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梁压灶的部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般来讲炉灶、哦、最怕什么？最怕摆放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有窗户，或者是后面有窗户，或者是左右两边有窗户、哦、什么意思呢？前万一当然就是说不管你的窗户是开在前面或开在后面或开在左边或开在右边，我们都可以说呢这样的炉灶呢都是属于一个吹势不顺。那什么叫吹势不顺呢？你可以想想看、哦、如果说今天这个炉灶被这个风吹到的时候，那这个炉火呢肯定不稳。那炉火不稳的话呢代表什么？第一个它也会影响整个家里的人的生计，生计就是说
可能工作的状态啊，赚钱的能力啊，齁，经济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当如火不稳的时候，也会让这个家庭当中失去了就是说沟通的温度，齁，所以这就是灶前或灶后或是左右两边有窗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问题。好，有人说要如何私讯小编哦？私讯小编的话，就是要离开这个直播，然后那个我的粉丝专页那边有个闪电，有没有？点进去就可以私讯小编。好，所以呢，如果说你的那个灶前哈、哦、有开窗，或灶后有窗，或左右两边有窗，我们一般叫做吹事不顺。那建议哈、哦，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把窗户呢可以做一个封起来的动作。那你会说，老师，可是如果把窗户封起来啊，我的厨房呢完全都没有办法通风欸。好，假设如果你把窗户封起来，厨房都没办法通风的话，当然也不好、哦、也不好。因为呢，厨房如果没有这个通风口的话，也代表说这个火气呢会闷在这个厨房里面，那代表就是说家里的人的脾气也会比较旺。好，所以这个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如果说呢是灶前或左右呢有窗户呢，那这种状况怎么去处理呢？如果说没有办法适时的就是适当的情况下去封窗的话呢，那建议大家呢就在窗户上面呢可以放一个葫芦。好，葫芦呢是最百搭的，而且呢也是最流传已久的化煞的物品。哦，所以你可以在窗户前面呢放一个葫芦。那很多人都说，那葫芦要多大哈？葫芦最起码就是要，如果你可以摆到15公分以上，但是最理想的。OK， 好，这个部分的话，好，有关于厨房的哦，厨房可以放盐灯。好，那开放式厨房怎么化解哦？其实要看。开放式厨房真的还是要看你的开放式的厨房是怎么样的一个格局。那通常的话就是可以设立屏风啊，或是设立一些柜子啊，来去做一点遮挡，好，在视觉上不要直接看到厨房的空间。所以这个还是要因你家里的实际状况来去给最适当的建议才会比较好。好，那我刚刚那个就是一个通则。好，那葫芦的话呢不一定要铜的，葫芦的话你可以买真的葫芦，好，就是晒干的那种葫芦就可以，或是有葫芦形状的任何材质的饰品都可以。好，所以你要记得灶的前后左右都不要是窗户，好，容易呢造成吹事不顺的问题。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会发生，就是说有些人会把厨房外推嘛，那因为通常我们的后阳台齁、哦、或者是厨房后面的空间的位置呢，通常比较容易是会有排水沟的问题。那可能很多人外推之后呢，他就会把炉灶呢架在排水沟的上面，也就是说你的炉灶下面如果有一条排水沟的话，代表呢这个水来穿灶。好，水穿灶的话呢，这个呢是风水当中很大很大的一个禁忌的问题。好，代表就是说呢，你的财库呢，你的钱财呢一直呢都是流出去的，然后也会造成呢女人的健康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哦，就是他住在台湾的新北市。那其实呢，早期在新北，应该说房子啊都是比较挤、拥挤一点点的，所以那时候他想要把那个他把后面的那个后阳台外推，然后外推之后，他把他的炉灶呢就刚好架在那个后阳台那边。那刚好他是住在这个公寓的一楼的位置，所以呢，他把那个厨房呢炉灶刚好架在后面那个排水沟的正上方。可是呢，因为它下面呢并没有把它封底，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一些他说他们家蟑螂啊老鼠啊特别的多，好，然后他说家里的人呢一直不断的生病，尤其女生的妇科妇女系统呢一直不断的有问题。然后后来呢去看之后还发现说，哦，原来他们那个下面啊，就是他们终于才抓到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蟑螂跟老鼠都跑到他们家，因为那边呢下面他当初在推的时候并没有封底哦，所以这个也会
造成很多的问题啦，不管是卫生的问题也好，风水的问题也好，这个都要很注意哦。所以其实要很注意，就是说，如果你的灶下面呢是一条水沟，好、哦、或排水沟，或是悬空的，都是不理想的。好，然后呢，如果说你像我刚刚讲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的厨房是外推的，该怎么处理哈、哦？好，假设你是外推的厨房。假设你是住公寓或大楼的，你外推呢，刚好你的楼下也有推出去的话，你们两家呢都是变成室内的空间，那基本上这样的问题就不太有问题，这样的状况就不太有问题啦齁。那如果说你是只有你推，但楼下可能还是阳台，那这样的状况就是变成你是悬空的。那如果是外推也造成悬空的问题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好，你可以在厨房的角落，你可以点一个盐灯，或者是说在你的炉灶的这个底下的空间呢，我们可以放上这个叫做黄水晶球。那或者你也可以在厨房的四个角落摆放各九枚的硬币。好，那四个角落总共有36个硬币，也代表一种36天罡，也是 OK 的。好，好，白玉莲说厨房是外推的齁，对，厨房外推下面是厕所和水池，噔呢，真的是 SOS 齁。厨房外推呢，如果下面是水沟或是化粪池都不行哦。好，那讲到水沟的话呢，就是灶下不可以水沟嘛。那顾名思义呢，灶的下面也不可以是化粪池，因为这都会造成破财跟健康的问题。好，其实很多人的外推之后呢，最怕是什么？除了水沟之外呢，很多人推出去之后，因为其实很多的房子它都会有那个就是抽那个粪管，好，那叫什么？是排粪管嘛，哈，所以就是很怕那个排粪管呢，刚好在你的厨房，在厨房里面本身就会有晦气，可是如果那个排粪管又刚好是在你的炉灶的正下方，那个问题就会更加的严重。好，为什么呢？因为除了造成健康的影响之外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每次在煮饭的时候，你吃的是食物还是吃到秽物？好，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种都对我们的财运呢，这个财运上就很容易被人家背信忘义，就是被人家骗啊，被人家劫财啊，这种状况还是要特别小心。好，有人刚看到说葫芦要每年换吗？葫芦基本上呢，如果它你是摆晒干的那种葫芦的话，假设它有发霉哦，假设清不掉那个霉啊，或是已经有很明显受到潮湿的情况下，那就建议你要换新的。那原则上你不需要每年都换，好、哦，不用每年都换。好，然后呢，间接照明的层板不算量、哦、不算量。那如果说在客厅的间接照明的这种造型不算量，可是如果你的间接照明在房间形成你视躺下去形成你视觉的压迫，那就是量。好，我们现在先讲炉灶。我刚看到你们的留言呢，就忍不住想要回答、哦、但如果没有回答到的也不要不开心、哦、因为有时候就是我在讲的时候脑筋在运转，但是呢有时候我的眼睛跟脑筋呢没有办法、哦、同时间的回答大家。好，来，大家边听边分享哦，边听边分享哦，边听边分享哦。好啦、哦、所以灶前的前后左右呢都是不要是窗户、哦、那当然也不要是门啦、哦、如果是你的灶后背门呢，我们常讲就是犯小人、哦、所以灶后背门呢如果是犯小人的话呢，当然就建议你就是盖个门帘或是做个隐藏门，但是呢通常厨房的空间不大，要做个隐藏门不容易，所以还是建议你挂门帘。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很尴尬，灶后背门呢比较怕的是什么，你的通常灶后会背门，通常背的是后阳台的门会比较多，这样的比例跟情况。好，假设如果你是背后阳台的门呢，也最怕就是那个后阳台的门是往内开的，如果你的后阳台的门是往内开的，那这样的灶后背门呢会是凶上加凶，有听懂吗？哦，如果你的后阳台的门，假设你灶后背门，后阳台的门如果可以改成向外推的，那这种情况呢就会比较趋缓，但是它还是灶后背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个门帘哦，就比较
趋缓，比较可以化解。因为呢，如果灶后背门哈，然后你的后门又是往内开的，就是往厨房里面推进去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门帘呢通常也放不进去，因为很容易会打到，还会掉下来啊，所以还是改成向外开呢，这个动线呢还是会比较顺一点点，这样理解吗？好，所以灶后背门你就是可以放个门帘，要不然就是后门的上面呢，我们可以贴一个石像自在，好来做一个化解，好做化解。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灶炉灶的话呢，炉灶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打开大门，好，如果你今天是刚刚有人提到开放式厨房，对不对？好，开放式厨房呢，本身你今天在大门就可以看到厨房的空间，基本上呢它就是很漏彩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开放式厨房，你打开你家的大门，不仅看到厨房的空间，而且呢还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炉灶的位置，这个瓦斯炉在那个地方，那个呢就是一个大破财，就是呢你的开销很多，然后呢无底洞，好，这个是凶上加凶啦。一般来讲，开放式厨房呢本身就很忌讳打开大门就看到开放式厨房，就是厨房的整个空间哦，都是不是很好的，好，就算是漏财。只是说如果你开放式厨房打开你的大门，不仅看到厨房又看到厨房的炉灶，那这个就是最 NG 的，这样理解吗？齁，所以大家还是要记起来，如果是像刚刚有人说那开放式厨房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当然了，我刚讲你就用，如果你在适当的位置可以放上屏风，或是放上遮蔽的柜子储物柜，把厨房呢隔间啊稍微把它隔出空间跟视觉的区隔，那基本上这样会比较好。当然你除了放屏风放柜子，当然也可以放一点像帘子的方式呢去做区隔，当然都可以。好，但我刚刚讲哦，你要依照你这个环境的空间的实际的状况来去给予最适当的处理的方式，好吗？好，有人说如果门在主菜的后方呢，门在主菜的后方就是灶后背门啊，哦，就意思就是这样子。好，那炉灶在房子的前段，那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公寓大楼呢，厨房通常会是在进门的左右两边，哦，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炉灶在前段其实也是没那么理想的，那但这个就必须要靠装潢的方式，哦，来去做一个遮蔽。好，例如说做隐藏门啊等等的，哦，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刚刚讲，哦，如果你的开门有见到炉灶的话，这也是很凶的。以及呢刚刚有提到说化粪池，如果你的炉灶在化粪池的上面或下面都不行，通常只会在化粪池的上面，啊，不会在下面。通常会在下面的话是马桶，什么意思呢？例如说，哦，我们一般炉灶呢比较有晦气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灶靠的那个墙壁不要是厕所，或者是说我的炉灶的上下也不要是厕所，尤其是不管是上下或是前面靠的，如果是厕所的话呢，这也是代表一个晦气的象征。那当然灶包厕呢本身就不是这么理想了嘛，只是说如果你灶包厕，然后呢我曾经看过一个应该有好几个案例，都是他除了灶包厕之外，他的那个炉灶呢又是靠在灶包厕的那个厕所的那一道墙，等于说他的炉灶的隔墙呢的对墙就是厕所，那这样的话也不行，好，哦，这样理解齁。好，有人说间接照明层板在炉灶上面的没关系，不是梁都没有关系，间接照明是不一样的，好，哦，不太一样的。好，如果厨房下方是化粪池的话，化解的方式呢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教过那个背长炭的除秽的方式，你可以试试看。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呢这个灶前面靠的不要是厕所之外，也不要是楼梯，也不要是电梯哦，因为你靠的楼梯或电梯的话呢，代表呢会比较会有意外血光的问题哦。那楼梯本身就是梯刀嘛，所以你的灶前面不要靠楼梯，也不要靠的是电梯，这样理解吗？好，有人说打开大门会看到厨房的水龙头，那就是比较容易呢开销比较大，
比较容易会有漏财的问题。那就建议在水龙头旁边呢，可以放一盆绿色的盆栽来做一个化解。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灶呢怕没有靠。什么叫灶怕没有靠呢？有些人就是喜欢用一个比较中岛型的开放式厨房，等于说它的炉灶呢就刚好在这个空间的正中间，或是这个厨房的中间，它并没有靠墙。其实呢，灶呢一定要给它有靠，只是你靠的不要是厕所，或是窗户，好、哦，或是楼梯、电梯，这个都不行。这样理解吗？我们要靠的就是要一个很扎实的石墙。那这个石墙的外面，如果是后阳台啊的空间都无所谓的。好，那如果你的这道石墙的靠的前面是睡觉的床头，那当然也不行。但你靠房间无所谓，可是你不要是房间里面的床头的位置。好，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来。炉灶旁边是门怎么办？哦，要就加门帘，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或是放那葫芦，好葫芦。那靠电梯怎么化解？靠电梯的话，我就建议就是说，你的炉灶的前面，好，你可以用个红纸写上“财山在此，对我生财”，好，或者是去找一个比较有属于山形的这种画贴在那道墙壁上，这样就 OK。厨房里面有洗衣机是没有关系，但洗衣机不可以对到炉灶，因为就会形成水火冲。然后衣服不要放挂在厨房，好，或是在厨房晒衣服。那如果真的没有空间的话，你就是晒完之后一定要收起来，因为呢，很多人都会把晒衣杆啊，把厨房弄乱七八糟，这也不行的。那刚刚讲到哈，洗衣机就是不能水火冲嘛，所以炉灶也很害怕它紧邻水龙头。通常呢，炉灶跟水槽呢中间要隔一个手臂的宽度，大概要有90公分的宽度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哦，就是紧邻的话也是水火冲，或者是像有很多的中岛，可能它的炉灶在前面，后面就是水龙头，水龙头跟炉灶相对也不 OK。好，所以水火冲呢会造成有烂桃花，或是感情失和，或是口舌争吵的问题。有人说好像要讲鬼故事的感觉哦，对，我今天就在讲恐怖炉灶的风水。好的，来，哦，灶一定要靠，也不要有水火冲，要记得。然后水火冲还有一个就是冰箱，冰箱呢，如果对到炉灶呢，也是一个水火冲哦，要记得。那如果你的冰箱没办法移开位置的话呢，我们在冰箱上面可以放个龙龟，好，以及呢，好，炉灶当中的话呢，不要在外面。很多人齁很喜欢把炉灶呢，除了它不一定是我看过，就是除了灶厨房外推，外推就等于是整个空间推出去嘛。可是呢，我遇到一个状况是灶呢整个厨房呢是直接在后阳台的，它也没有推哦，它直接把它放在后阳台。齁，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这些煮饭的工具啊等等的就跟后阳台放在一起。然后他还会从他的楼下的可能中庭啊往上看他的后阳台，就看到他的炉灶，看到他的那个厨房，那就不对了。哦，他那个也你说算外推吗？他算是有点半外推，因为有些人外推之后呢，他会把它做遮蔽，可是他并没有遮蔽哦，他就等于是把整个厨房呢的这些工具全部放在后阳台。哇，那个真的就是掉电，好不好？掉电就是很容易有一餐没一餐哦，要特别注意，而且很容易破财。好，那如果说你的厨房，我刚刚说炉灶，如果靠那个墙，墙是厕所的话呢，怎么办哦？你就是在厨房的那个墙壁，炉灶前面的墙壁呢，可以挂莲花图。莲花图，好，如果灶在西方的话，或西北方，可以放一对麒麟。厨房水龙头对房间没有问题。好，有人说好运门是龙龟，很棒，我们有买，谢谢你们。好，炉灶对面是烘干机，可以吗？可以。好，我厨房水龙头正面的走廊怎么办？那个没关系，如果你的水龙头厨房的水龙头是对到家里面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如果你的炉灶隔的前面是马桶的话，就是贴莲花图，或者是你的马桶的水箱上面可以放那个黄金格，好，放黄金格。好，冰箱只能放后阳台怎么办？哎，那个就是上面可以放一个龙龟，好，龙龟。厨房是三角形的铁皮屋，该放什么？那就是不平整的意思哦。那你就在那个尖角的地方呢，建议你哦，可以点一个灯，或者是在尖角的地方呢，上面呢放一个那个九宫八卦，好，把它补齐这个方位。西方在鞋柜怎么办？就上面保持芳香，例如说你可以放一些有香味的精油啊，哦，或扩香品都可以，因为西方呢是2021年的财位，好，要特别注意。好，洗碗机放后阳台没有关系。好，买貔貅手链哦，是买什么貔貅？是我们好 Lucky 36的貔貅手链吗？欸，我跟你讲，最近大家哦很喜欢，阿汤哥。也很支持阿汤哥所推荐的物品，但是呢，真的有很多，网络上有很多盗版的，所以呢，再次呼吁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老师代言的，跟老师推荐的东西，要麻烦你，你可以到老师有出一个 app， 好，叫做 Lucky 365，里面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真正的有代言、有授权的，哦，或者是如果我真的有。在帮大家做推广的，例如说琥珀啊或晶洞啊，我只会在当下去厂商那边做直播，就这样而已。好，所以你看到网络上有什么，有一些他还做成什么影片啊，乱七八糟，拜托大家不要下单，好不好？那个真的都是骗人的。好，那如果你不晓得那是不是骗人的，你就打电话到我们的门市或私讯阿汤哥的小编。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会主动加你的 LINE 啊，说是阿汤哥的小编啊，不可能，我们的小编不会主动要求加你的 LINE， 要注意哦。好，好，那有人说大门的上面是厕所，怎么处理？就是建议你大门的上面可以放一个石像自在图。进大门的右手边是冰箱，如果你的冰箱是外露的话，就是也是只能放个龙龟，好，让冰箱能够藏是最好的。那铜麒麟可以化解炉灶靠电梯吗？那就是要放龙龟，不是放麒麟了。好，靠电梯是放龙龟。床头东角朝西可以放什么？那个没有关系，还是要看你的命格合不合。如果你觉得睡起来有不健康，就是有问题的话，好，通常你就是在床头上面，你可以放一个九宫八卦。好，那另外呢，哈。大家很多人都很喜欢琥珀嘛，对不对？好，那这次呢，年前呢，厂商好，有在说有帮大家呢，在进到了几棵琥珀树，真的是几棵琥珀树而已。然后我们阿汤哥预计会在1月29号呢，去琥珀的老板那边好，帮大家在做直播。喜欢的朋友要把握哦，因为呢，厂商是说这一次的直播完之后。一定会涨价，因为那个琥珀的波兰的原厂已经要涨价 30% 了，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也要眼明手快，1月29号好不好？然后1月31号好，是年前阿汤哥年前啊，农历年前阿汤哥会到金洞的厂商那边再做一次直播，好，所以年前的最后一次，所以呢大家要把握，好，我先跟大家预告，因为我把行程排出来去帮大家呢去做这个直播。好，那所以呢大家好，想要的朋友呢帮我留言，好，就是帮我标记1月29号跟1月31号 ,129 跟131。好，盐灯哦，盐灯如果有的话我再跟大家再预告好不好，因为真的抢到真的都，我知道厂商那边都是目前是没有了齁，但是我再看一下如果他还有进到我再跟你们说。炉灶对微波炉烤箱可以，这个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呢，好，厨房的风水呢，简单的跟大家呢先分享到这边，好吗？炉灶跟水龙头要距离多远哦？左右两边要距离90公分，
但是呢，如果是面对就是说前后相对的话，通常都是不建议的。好，纵使如果你的前后相对已经远超过200公分就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前后相对是150公分以内，都比较容易会有问题。好，那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咯。有时候开门见灶用布盖到炉灶，当然有人是用隔板是也是可以啦，但是用布盖会不会有点麻烦，当然可爱。好啦，那今天的直播先到这边，那希望大家会听得懂，先帮大家做个总整理，没关系，之后呢我们直播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再陆续留言好吗？好，今天到这边咯。龙龟的话呢，你要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好运门市，或是私讯我们的小编，好，那私讯的话就是那个有个闪电的符号就可以私讯了。好，秋龙峰已经帮我标记了，1月29是琥珀，1月31是金洞。好，先跟大家讲，因为很多人有我们最近就是因为私讯真的太多了，电话也真的好多，所以呢我们的小编呢助理人员阿汤哥只有三个同仁，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回复的讯息确实会比较慢一点点，也要跟大家呢说声 sorry， 好 say sorry 这样子。那没关系，基本上如果没有及时回复你真的很急，你就多留言几次，小编呢他就会比较快看得到你，因为我们的留言有时候太多人留言，他就会一直覆盖一直覆盖一直覆盖，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积极在处理这个问题。那也预计呢我们之后也会把系统建立得更完善，包含你的不管你下的单啊或什么的，希望年后呢我们会有个全新的风貌，来跟大家呢做服务好吗？好，感恩大家咯，今天的直播先到这边，大家晚安咯，拜拜。